2023年是仙侠剧大年，仅顶流明星主演的待播剧就有十余部之多，杨幂、刘诗诗、赵丽颖、八五花集体回归，杨超越、虞书欣、赵露思、任敏，九五花跑马圈地，顶流之争好不热闹。和率先登场的两部 S 级大制作《虫子》和《星落凝尘堂》正在向观众发出灵魂拷问，伤脑的剧情、平凡的颜值、毁天灭地的演技，简直倒逼观众审美降级。一舍生赴死，拯救苍生是仙侠剧一贯的主题。《星落凝尘堂》里神族储君少典友情，是从小就背负了修补归墟使命的天选之人，换个说法，他活不了多久。但自私的神族为了和人族联姻，还非要给他娶个老婆，一个命中注定的寡妇。阴差阳错，不守规矩的人族二公主叶檀成了这个倒霉蛋，还对少典友情动了真感情。少典友情补归墟魂飞魄散后，神族长老告诉叶檀，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复活，叶檀需要和让少典友情坠落的三片神石谈三场恋爱。这三片神石掉落人间，已经幻化成三个性格各异的大活人，叶檀必须要让这三个人通通爱上自己。要说编剧这脑洞是真够大的，接下来就是女主像个海王一样谈完一个甩一个，乱让人笑得像个缺心眼，实属难得，星落无疑是成功的。但这剧情吧，稍微带点脑子看都得脑梗。星落目前口碑不错，全靠同行衬托，因为隔壁鹅厂的粽子更缺心眼，上线前营销花千骨 2.0， 剧情相当类似，讲的都是师徒虐恋的故事，可看过后发现低配花千骨都算不上，分明个喷子的剧情，既不虐心也不搞笑。网友给虫子逮了个更合理的剧名，油腻师傅与惹事精女徒弟的神经病日常。杨超越演的虫子一出场是个街头小乞丐，因为偷了一个包子被人打了一顿后掉在城楼上示众，挣扎的时候绳子断了，就在危急关头被徐晨曦演的男主一个公主抱救下了。男主洛英凡事先一挥袖子就治好了粽子浑身的伤，可虫子肚子饿得咕咕叫，跟他要点吃的，洛英凡有袖子一挥，给虫子来了一剂安眠药，留他原地睡过去就走了。敢问上仙，这是什么救人思路？通过虫子一战军总结出一条规律，判断剧本乱，不用看大情节，几分钟的小桥段都全无逻辑的故事，就不必再期待后续了。果然，后面无脑的情节一个接着一个，虫子去纯化山学艺修仙，但上仙们都看出他身负煞气，不愿传授技艺，恐日后为患。这时人设是高冷禁欲神经的男主洛英凡又出现了，没有任何理由，就是看你顺眼，力排众议宣言收正子做唯一的徒弟，然后俩人就手牵手地走出了大殿，回到洛英凡的住处紫竹峰。接下来可能编剧想表现女主毫无心机，天真可爱，经历过种种坎坷的粽子完全是一副傻白甜心性，耐不下心来学习师傅教他吐纳法，他却在师傅看不到的地方四处找吃的，问也不问把洛英凡养了400年的锦鲤烤着吃，这还勉强能算不知者无罪吧。但他把人家里的书拆了当柴火烧，纵然不识字书总见过吧，哎，这种脑残行为真不知道要如何解释。后面类似这种把缺心眼当可爱，粗鲁没教养说成是精灵古怪的剧情比比皆是，只能让女主越来越招人讨厌。二，颜值不够，孤裸没入。仙侠剧又比一般古偶要求更高，需要演员身姿轻盈，体重至少让人看着是能飞起来的样子。星落里的男女主李兰迪和陈星旭，正如网友所说都是实心的，一看就伙食很好的样子，不适合演仙侠，适合去种地。当年陈星旭在东宫中的造型还是风度翩翩，五官精致，够得上仙侠剧标准。可这次星落里再见烫姐臃肿，特别挑拍摄角度。虽然粉丝解释星落的半披肩发造型不适合陈星旭，凸显了他脸大头大的短板，可和过往演过男神的男明星比较一下，陈星旭明显是身材管理不够呀。当初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赵又廷也是披肩发造型，剧组官宣男主角时赵又廷胖得惨不忍睹，但进组前他成功减肥，剧中的夜华君风度翩翩，
李兰迪则更不用说了，天生圆脸。2019年他主演的《梦回大清》就因为扛出古偶天际线而频上热搜，事后他还特意发文解释自己在剧组一直吃水煮菜减肥，脸都快绿了，就是瘦不下来。星落是李兰迪的第一部仙侠剧，他比梦回那会儿瘦了不少，但脸圆脖子短是他的天生短板，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绅士。在现代剧里演个元气少女没问题，可演仙侠剧没仙气就很败好感。三重子里的杨超越和徐振熙造型好了，拍海报是很仙侠，只要动起来表演分分钟都赶课。再说上天剧给的无脑台词足以恶心到让人反胃的程度，杨超越的演技已经被骂过多了，基本上只要有杨超越的剧在播，他的烂演技就能收割一波热搜。不过作为一个选秀素人出身的女团爱豆，只演了四年戏还步步被架在主角上，杨超越还需要更多时间磨练。可虫子的男主角饰演洛英凡的徐振熙可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十多年前在《夏家三千金》中就演男主角了，他能深深把一个高冷禁欲男神演成油腻轻浮浪荡子，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刚刚说洛英凡收虫子为徒的那段剧情，他拉着仲子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大殿后到了自己的住处紫云峰，两人独处，洛英凡看着两人的手油腻地问虫子，怎么你还牵上瘾啦？还傻站着干嘛？是等着为师牵你过去吗？救命呀！这是一个男师傅对女徒弟该说的话吗？如果说这是编剧的锅，演员没潜力改台词，其实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徐振熙的表演也很有问题，每次他看仲子的眼神都是直勾勾色眯眯的，前四集里两人拉拉扯扯拍拍抱抱擦擦嘴拉拉手的小动作一大堆，原本师徒恋的虐感源于禁忌，第一次看到这样毫无顾忌的师徒，师父比徒弟还心急的样子，让人感觉掉进了一汪深不见底的大油田，不由得恶心反胃。拿演员演高冷男神爱摆僵尸脸扑克脸冰块脸，这次拜徐振熙所赐，让人又见识到了一种新演法盲人脸。大多数时候洛英凡都是眼睛直直的看向前方，又好像什么也看不到似的，知道的明白这是男演员在随时随地摆高冷 pose， 不知道的以为男主角失明已久。和徐振熙比起来，杨超越挤眉弄眼的做作演技看着都显好了，至少你能感受到超越妹子是个正常人。2015年花千骨开启仙侠剧热，自此之后仙侠剧成了年轻演员的必争之地，很多非表演科班出身的素人明星仅凭一部仙侠剧就能一夜爆红跻身顶流，很多唱跳爱豆也来一剧游之后片酬猛涨，随之而来的是顶流明星一部剧的片酬高可破亿，大量粗制滥造的仙侠剧给观众制造审美疲劳也显而易见。2022年出圈的仙侠剧只有一部《苍兰诀》，2023年虽然待播剧众多，但按从这种选演员毫无门槛给观众审美降级的趋势看，未来的仙侠剧怕是再也捧不出顶流明星了。